个接着一个，大人小孩撑着竹竿，从观音山的入口一路朝着硬汉岭前进。观音山进山活动举办第四次，各界热情响应。除了慈济志工，还有更多的是其他团体的加入。这一次要号召更多的人，所以我们今天有150位华硕的同仁。这一次是因为这个大爱哦，他们来帮我们进山。我们这一次是说，前三次我们都没跟上，这一次我们希望都能上去。我们当然也希望，我们也可以实际的行动来净化大地。绳子上都有钩钩，哎，你到定点就是勾住，勾住钩钩。一个小时的脚程，终于来到目的地。大伙儿快手快脚绑好安全绳，要下到边坡帮忙清出埋在杂草堆的垃圾。而平台上的则是排排站，手上撑的竹竿现在则成了扁担。队伍里也不乏有人文置业中心的同仁带着全家一起来，也有登山客临时加入进山的行列。维护环境卫生是大家都有责任啊，是人人有责嘛。还有儿子，还有老婆还没上来，就想说爱护地球，珍惜资源这样子。就是其实真的去挖还有很多，我觉得可能不止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可能还要一直持续。什么都有，从生锈的锅碗瓢盆到被吹落的铁皮，更别说瓶瓶罐罐，垃圾种类多得惊人。大家互相接力，提着背着一路走下山，流着汗水，脸上却是满足的笑容。捡的垃圾，人人带下山，还给大地一个干净的空间。观音山，环岛永流传。台视新闻雷亚李明华台北报道。